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铲平天下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平沟的方法与教程。首先呢，咱们一定要调整好车身的角度，利用前推后拉的方式，把沟先给填平填满。咱们一定要记住，打转向的时候一定不要打死，这样会对转向的伤害非常大，容易把油管给憋爆啊。在咱们把沟填满之后，一定要知道刚刚填的都是虚防，一定要用轮胎前后多压几遍，给它压实。土不够的话，多端一点，垫一下。最后咱们利用三推一拉的方式，给它拉平压实。咱们在收尾推边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边边角角的整干净，这样显得小活干的才要板正啊。利用三点一线给它推平拉平压实。有想学习更多干活小技巧的，请双击关注、评论、转发都行，谢谢大家。